我同方是休人，黑方是 MK， 休人每次打送 MK 都是扣两分计的。第一局可以开始啦，前边都手有型的。好，第二局可以开始啦。哎呀，你搞伤晒就蚀底啦。一嘢同你追翻。第三局可以开始啦。中投，有兩分。第四局可以開始啦。哎，你打到佢，打到佢，打到佢。嗯，好，係有型嘅。第五局可以開始啦。啊 ，MP 要保守啊，打法。好似撩到只，撩到只，撩到只夾，再嚟，再嚟，再夾。都係呢度，你都冇事。死了！慘了 ，MK 扣得突啊！扣得突。